好的，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 Bosch 的钛合金的一个平衡端子，那我们看一下下 Bosch 出的一个正钛合金的平衡端子是由100%钛合金制作，然后再加上烧色，所以当然会有一个钛合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这个七彩的一个效果，所点缀起来呢，让车子呢整体的这个视觉性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大家要知道，钛合金在加工上呢会比较硬，会比较这个有损这个加工时的这个刀具，所以制作的这个效果呢，硬度呢各方面呢会让刀具有所这个损伤，所以呢基本上加工是比较不易，也是造成说为何钛合金的商品呢会比较贵一点点的这个原因。那如果呢对这个钛合金的平衡端子有喜欢呢，可以到麦可参货机车精品来选购一下，那我们都有一个现货供应中。然后里面的平衡端子里面是用类似橡皮的壁虎式的一个方式来固锁，所以基本上呢只要在你的握把呢有动的情况之下，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安装的。那如果在没有动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必须试试看能不能装。那基本上只要是有动，那就可以来做安装的。好的，喜欢可以到麦可参货机车精品来选购，或到我们现在影片看到的正下方有 YouTube 的一个备注的部分，都有超连结，可以连结到我们的拍卖连结到我们的这个Facebook。谢谢各位。